就问你有没有时间嘛？晚上有时间吗？什么？晚上有没有时间？你要干嘛？ 我嗓子都哑了。你嗓子都哑了？嗯。那你就吃那个什么喉片啊？你来干嘛？啊？你要干嘛？我来干嘛？嗯。你在这里等会，你叫我过来，你问我我来干嘛？你是不是？我就是这两天脑子不好，你这个大脑不好使啊。我就是想在这道门试试能不能等到你啊。等到我？嗯。啊，现在等到我了，那你有什么想法吗？没啥想法呀，就是。就问你有没有时间？就问我有没有时间？嗯。这样吧，我给你看件高货。我知道，我见你拿了好久。哇，这个千手观音那么漂亮啊！对啊，这个是我们墨西沙老窗口的，这个我就一片料子做出来一个。你为什么？你要给我吗？我不给你啊，你不是说你那边有人喜欢吗？嗯。这可以吧？可以。啊，你没拿回去啊。为什么？好货要吊着一点，欣赏的差不多就够了。快点，给不给？多少？你给多少钱？10万。啊？10万。低了，不行。哥哥，我已经很高高给了。这件货怎么也要12万8。成交。嗯？成交。成交？那么爽快吗？那我等一下送来给你吧，好吧？不用，我今天不在家。你不在家？啊，那你不在家你要去哪？我要去。就问你有没有时间嘛。